只有晋安王府彻底消失，燕晋才有止战的可能。呀！北京，这是你的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只要大将军给我一句承诺，放过何侠。若有人敢为白娉婷求情者，同罪。陛下，臣没有忘记陛下的恩情。如今涉事，并不仅仅是一个敌军的女人，她是臣的妻子。娉婷一无所有，如何能得你如此牺牲？我楚北剑敢对月起誓，我只爱你白娉婷一个人。孤芳不自赏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。